中国的时候，我是非常担心怯场的，因为当时美国媒体的宣传呢，就是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国家，那里的人们都非常的糟糕。当然，你可以想象，当时我下飞机的是那一刻，我就想到，天哪，这将会发生什么？那我来到中国之后呢，我发现中国人民并不像媒体说的那样邪恶可怕。They were educated, disciplined, hardworking, ambitious. 中国人民相反的是受到良好的教育，非常的自律、勤奋工作。So I traveled around China a lot, and I fell in love with China.